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都说养兰先养根，如果说兰根是兰花的胃，那么菌根就是兰花的嘴。兰花主要靠它获取养分，利用这一点，给换盆的兰花喂种水，兰株七天就能恢复长势，新芽蹭蹭长。这种水是由酸牛奶为原料配制而成的。 酸牛奶是菌类最为喜爱的口粮之一，经过消毒后的酸牛奶简直就是蓝菌繁殖的温床。当然了，酸牛奶使用前必须要完全沤制腐熟，方法很简单，将酸牛奶装入透明塑料瓶中，然后加入等量的清水，密封后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发酵，不出一个月就彻底腐熟了。给宜栽换盆的兰花使用时，取适量将其煮沸消毒，冷却后兑上三倍清水稀释，然后沿着花盆浇灌。 浇用时机建议选择傍晚时段，这样浇完后次日早晨浇一次清水，以留下菌群冲走杂质，这样养的兰花浮盆快，成活率高。每15天这样用一次，温度环境适宜，甚至还能蹭蹭冒新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